说实话的话，其实你唱功是一般，但是我可以老实跟你说，我不能不喜欢你的演出。哇哦！谢谢。我觉得他很有，就是他的台风很好，就是带动那些可能他们在我后面喊的，我真的完全听不到。而且我记得第一次参赛的时候，我记得他在下台的时候，他也问我。 你觉得我哪里该进步啊？或什么？我也有实话跟他说，你唱功一般，但是你的眼神很美，就是你有很漂亮的眼睛，然后你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就是用你的 character， 就是让人家内在美，对不对？对，舞台魅力。但你把它拉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这点有一点像我，但是我没有教你哦，没有教你，没有教。对，所以我没有教。那我就听听，哎，对，其实同样我也会睡不着，因为牵到你的手啊，对。就有吗？牵到真的是还真的真心的，还能够做到底，知道吗？还把你的手放在他的心，你知道吗？就看有没有在心跳，所以我觉得。 他也会觉得真的是弄不好，不好意思的眼神，所以他真的很自然。对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因为我觉得他是感觉上真的是很尽力，不过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脸，他的那个表情，那部表情，就是蛮不怎么适合这首歌曲，因为感觉上他刚才表情是很凶的这样子，所以一下来就是我觉得很难去欣赏这首歌曲，对，就这样子。那其他的我。 其实我只是注意在听，音准备好，因为我看，因为我刚才从他出来，我就看他的动作了，就是左右左右左右，然后我就注意在听，因为我以为他会换动作，而在看上，哎，还在左右左右，所以应该没什么补充。是。好，这是。